我稍微重复一下昨天所说的，让我们有深刻的印象。首先是讨神的喜悦是不难的，讨神的喜悦是不难的。为什么呢？我们真心悔改，整个天堂就为我们欢喜。我们真心祷告，神就临到我们身上，主要是真心。真的从心里面，神你真好，我真喜欢你，我真感激你，从心灵的深处发出来，神必定喜悦的。真心的祷告，神必定喜悦。真心爱主，神就为我们预备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恩典。将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都不能不得赏赐，所以就看到讨神的喜悦是不难的。同时，我们也知道另外一点，就是说犯罪必有破坏性，犯罪神也不喜悦，必定不喜悦的。例如大卫犯罪了，圣经说神就很不喜悦，神就要惩罚他。这个惩罚不是一下子的，虽然他悔改，神就赦免他，但这个后果，这个惩罚，这个管教，还随着他整个生命。所以我们知道讨神的喜悦不难，不代表我们可以随意犯罪。我不敢随意犯罪，为什么呢？如果我随意犯罪的话，就破坏神在我生命中的计划。神不喜悦，神就会拦阻我所做的。但如果神喜悦的话，他就会祝福。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然后我们有这个心态，讨神的喜悦是不难的。我整天都赞美主，荣耀神，为人祷告，关心人，彰显神的荣耀。我们也整天说神喜悦了，我就可以开心。这个就是开心的来源。有些人开心是怎样开心呢？有钱生了儿子儿子又生了孙子就很开心。开心都是从世界来的这些事情开心没有问题。但我们最重要，只要应该开心的是，我有神，万事足。每一天都这样说，有神，万事足。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整天都在这个心态，你随时随地，你可以感受一种力量留在你身上，进入的里面。有，你们站起来一下子哈。你闭上眼睛，你说神啊，你真好啊！我欣赏你，我享受你。有神万事足，有神真好啊！我喜悦你，我需要你。神啊，你真好啊！神啊，我喜悦你，感谢天父，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了，有没有感受有不同的地方啊？有没有啊？有没有觉得平安轻松啊？舒服啊？有的请举手。你就发觉随时随地，你都在这个状态，神就与你同在，不但是舒服，是神的同在带来的。神就让我们经历到神的平安，经历到神的平安，神的同在带来的祝福，你就整天在这个状态，你就整天有力量，好不好啊？好。这样你就整天喜乐，这个是喜乐的秘诀。神的同在，也相信神喜悦，是不是很好啊？是不是很简单啊？负责吗？是不是很难学习啊？是不是很难学到？不难的，就好像你跟神的关系，就好像你与最喜爱的人的关系这样。无论你喜爱的是谁，你就好像与他沟通，对他说话，这种心态，你就随时说，我做什么事情，神都喜悦。好，感谢天父。好了，请坐，请坐。好了，我现在讲一点，昨天讲到这个恩典和律法，恩典
其实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神为我们所做，祝福我们，帮助我们的，就是恩典。恩典包括什么呢？很多的。恩典包括神创造天地，神创造我们，神创造我们使用的饮食，神有计划拯救我们，差遣耶稣为我们死，神差遣圣灵来到我们心中感动我们，也赐给我们圣经，然后在我们生命中不停的作工，感动我们，接受我们，虽然我们犯罪，他还是我们悔改，他仍是愿意赦免我们的罪，他给我们动力，给我们恩赐，给我们机会，给我们弟兄姐妹教会帮助我们给我们赏赐力量有安排，有预备，有供应而且有天堂，有永远的赏赐，都是神赐给所有的人。我们思想所有的信靠神的人，我们思想神的恩典，留意随时随地这个平安就是神带给我们的，我们就会整天都在这种感恩的状态，这个是恩典。恩典的目的是什么呢？叫我们去结出果子，去祝福人，荣耀神，常常彰显神的荣耀。我们的侍奉最重要是彰显神的荣耀，最重要不但是告诉人做什么，做什么是其次，最重要是荣耀神。神这么美好，所以你听到我说话常常都说神真美好，因为圣经里面说的，那叫我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的叫我们圣人神的美善，神的属性就是我们要神差遣我们去彰显他的美德，宣告他的美德，这是我们的主要的侍奉。当我们这样宣告的时候，人就会改变。所以第一是荣耀神，荣耀神，彰显神的荣耀。第二是祝福人，有神的荣耀，有神的爱，有神的平安，就能够祝福人。但是吩咐人做什么，就是好像加上很多诫命。有些人说信耶稣很困难啊，为什么呢？我以前已经很多工作做，现在这又加上读圣经祷告犯教会传福音他们就以为我信耶稣就加上很多的责任，他们只是看到责任，没有看到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永远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彰显在我们身上，有力量，有平安，有喜乐，就影响人。所以我们明白最重要是活出神的生命，在生命中荣耀神，彰显神的属性，然后有这个神的喜乐平安，就能够祝福人，就能够随时去将平安喜乐力量带给人，是恩典推动。所以当我们鼓励人祷告是怎样鼓励呢？你为求以先，神已经知道，当你祷告神就侧耳而听，神就非常的喜悦你，当你真心的祷告。而且很重要的耶稣说什么呢？不要用重复话，以为话多了就必蒙垂听。因为很多人就是神啊，我要医治，我要医治，哎呀，我要生孩子啊，生孩子啊，哎呀，我要需要钱啊，就是总是注目在自己的需要。但圣经说什么？神最喜悦是我们以神为乐，我们爱神，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所以你发觉主导文开始几句都是为神的国度，神的旨意来祷告，然后后来才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以首先是为神的荣耀，为神的国度，神的旨意来祷告。你这样祷告的话，神喜悦，神就祝福你。其实有些时候我没有祈求，神就为我预备了，神也为你预备。当你爱神的时候，神就为你预备你需要的， 你不需要不停地告诉神，你可以告诉神没有问题，但你不需要很多次地告诉神，你告诉他，他很有记忆力的。其实你未告诉他，他已经知道了，
神不是盲的，也不是聋的。很多人以为神是盲又聋又没有记忆力啊，你告诉神，神就忘记了。我们知道神最看重是谁，爱神的人和神心意的人。大卫虽然犯了这个大罪，但你看到他形容他与神的关系，都是他这种渴慕神。有一件事我曾求告神，就是能够住在神的殿中，沾染神的荣耀。他渴望的就是常常在神的同在，这个是神喜悦的。所以我希望我们都是有神的恩典，也改变你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改变我们的侍奉，永远都是先讲神的恩典。我现在讲一讲怎样鼓励人祷告呢？神已经知道你的需要，所以当你爱神，神就为你预备你未曾看到，眼睛未曾看到的恩典的。你爱慕神，你遵从神，神就必定赏赐你，必定将你需用的一切赐给你， 并且提升你的生命，供应你，使你有力量。我感谢神，神为我有机会开了这个宣教事工，能够帮助我去不同的地方。我去过15个国家去宣教，去不同的地方去帮助他们，在训练啊，在供应上帮助他，就是神预备的。也有些人看到我们所做的是非常有意义，他们就愿意奉献，愿意去帮助。这个我希望你们都是这样啊。我跟从神，神就为我预备我想也想不到的。所以我们祷告不要担心神啊，你什么时候回应我，也不需要说牧师快为我祷告，你祷告才有力量。我们随时说，神啊，你是蛮有恩典的。其实有些人就好像天主教啊，他们要找圣母，圣母求耶稣才有力量。现在你就找牧师啊，牧师你有力量。当然我带领你们一起投入祷告，神的同在强烈，这个情况神的工作更大，神的更大的领导我们身上。但你知道，你整天相信神的同在，相信神的爱，信心是最重要。信心是什么呢？我信任神，神应许我放心，神做事我放心，我放心神必定祝福爱他的人，所以我放心。有什么事情我都说我放心，我对神放心，神必定做美好的事情。有些时候我们有疾病，我们也不用担心，因为神会照顾我们，神会为我们预备就是还有疾病的时候也不要紧，我死就死了，如果不死，神就给我力量去侍奉神。无论在什么情况，都不是在一种很惨很痛苦的状态，而是任何时间都是感谢神，虽然我有病，我还是侍奉神，我还是喜乐。这样的话，任何时间我都相信神必定祝福。这个信心很重要。信心，有些人以为信心是我相信神必定 给我很多东西，我会这样说，我信心是我信靠神，你自己就是美善，你充满美善，你必定照顾一切。我是信任神。有些人的信心是什么？我相信神给我很多，神必定医治我，必定给我钱这个奉圣神学成功神学，就是总是想啊，神要给我钱啊，给我健康啊，就是想我得到什么。但我信心的对象是神，我信任神，神是可靠的。所以我们祷告，我知道你必定回应我的祷告，哈利路亚，神必定回应我的祷告。然后读圣经，为什么呢？我们鼓励人读圣经，圣经里面有很多美好的应许，你就将这些应许都画下来，你就抓住这些应许，你就说，神啊，你应许的，我爱你，你就为我预备这些东西，所以我放心去爱你。但你不要要挟啊，怎么说啊？要挟，要挟，不要要挟神。我已经爱你了，你快快给我，不要要挟神。但你相信我爱神，神必定为我预备，必定祝福。不要说，有些人是这样的，奉献，
我奉献你就给我十倍，快快快快给我。这个是错误的心态，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做的不是完美，每一样罪，我们所有的义都好像污秽的衣服，这是以赛亚书所说的，我们所有的义都好像污秽的衣服。所以呢，我们不能说神啊，我做了这些。我们可以说什么？我为你做你就喜悦，我有什么罪在这个行为求你赦免，但我为你做了你都喜悦，所以我可以放心做，你也喜悦，这个心态。但不要说神啊，我做了这些，请你啊，你现在就给我这些福气了，啊，不要这样说。好了，我们就告诉人，圣经里面有很多应许，你就将这些应许画下来，放在记忆里，每一天思想，你就有信心，你与神的关系也有信心。圣经告诉你怎样遵从神，你就写下来，画下来，然后我要遵从神。神的计划怎样祝福不同人，怎样祝福大卫，为他预备这么多的财富能够造这个圣殿。神也怎样祝福约瑟，他被他的哥哥们出卖，但他神为他预备美好的道路。从不同人，保罗虽然在世界上不是富有，但他能够有钱去供应 去不同的地方，将福音带到很多地方，我们也可以的。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得到鼓励，看到神的作为，我们就鼓励你越读圣经，你对神就越有信心，就越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本性。神的本性很美好，很善良。我有一个神属性讲道法和查经法，都是讲到什么经文，不但是讲到经文的外面，而是讲到神背后，在这个经文里面表达神有什么本性，然后他有什么恩典为我们预备，在里面发掘神的美善。这个是读圣经鼓励人去读圣经，去明白圣经，也鼓励人去遵从神。有一次我现在是讲到怎样鼓励人祷告，怎样鼓励人去读圣经然后鼓励人去遵从神。有一次有一个女人对耶稣说，那如生你和如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什么？是，却还不如听神的道而遵守的人有福。就是说玛利亚有没有福啊？有，但她的福气，因为她生耶稣的福气，不如听了神的道而遵从的人有福。所以当我们遵从神的时候，神就说你是有福的，我们就知道我遵从神是有福的。然后侍奉神，很多人没有侍奉神。在马太福音25章第二个比喻和第三个比喻都是讲到侍奉的。第二个比喻就是这个按才干受审判的经文，讲到三个仆人主人给他5000、1000、2000、1000银子，然后主人就离开了，然后就说当然就差遣他们出去。但回来的时候这个5000的占了5000，主人就说你是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什么快乐，天堂就是快乐，神的同在也是快乐的。然后这个1000的他没有用他的恩赐，埋藏在地里面，他是又饿又懒的仆人，赶到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哀哭切齿。我问你，这个是不是地狱，还是有一个哀哭切齿的地方？有些人说有一个有天堂有地狱，还有一个哀哭切齿的地方。圣经有没有这样说啊？圣经说什么呢？行善的复活得胜，行恶的复活行善复活得胜，作恶复活定罪。对不起啊，我用往这话念，不背诵我的圣经，有些时候不能马上想起来。就是得永生，或者是刑罚，没有第三个地方。所以这个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哀哭切齿，
继续讲到地狱的，没有使用恩赐，完全没有使用，埋藏在地里面，神给你的才干、你的恩赐、你的经济、你的所有的你认识的朋友，你有的机会都是神给你的，你有没有为神用？有些用是为了自己，但你是为神用的话，你就是善用你的恩赐，而且这个恩赐、这个机会、这个供应是你越用越多。其实我告诉你，我这十年的侍奉比我以前所有的侍奉加起来更多更大，这神为我开的路比以前更大更大，越投入越多供应，越多力量。所以我希望你们都相信我要使用，否则完全没有使用。所以你在教会里面就告诉他们，你有没有使用神给你的恩赐、机会、才干？你的钱财有没有被神使用？你没有使用的话，你可以去这个一千银子的，但不是用律法。你可以用律法警告他们，然后就说你用的时候，神就说你就是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神就喜悦了。然后第三个比喻讲到人子从天上降临的时候，将他的子民分开，绵羊在右边，山羊在左边。然后他就对右边的说：“我饥饿的时候，我没有水喝的时候，没有衣服的时候，你就供应我，你就探我。”他们就说：“什么时候探你啊？帮助你啊？”他说：“你坐在我一个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然后对另外的说：“你没有坐在我身上。”他们就说：“什么时候没有坐在你身上啊？”耶稣就说：“你没有坐在一个小子的身上，我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没有坐在我身上。”所以说，没有祝福弟兄姐妹的，没有坐在基督徒身上，也没有坐在非基督徒身上带领他们信主的，这些人要进入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面。但当你侍奉的时候，神就喜悦，就可以承受从神为你预备的天国。这个就鼓励人了，你侍奉每一样 小的事情，你照顾人，你为他祷告，你祝福他，神就纪念，神就祝福你，用恩典推动人去读圣经、去祷告、去侍奉神。你们明白吗？这个分别是什么呢？律法的方法是这样，你要读圣经，你要背圣经，你要悔改，你要认罪，你要遵从神，你要侍奉神，都是你要你要你要，就好像加上很多的责任。我们其实有很多责任，但我知道神喜悦，神有，其实神的恩典不但是赏赐，神的恩典有几样，你跟我一起数。第一样，他改变我们的生命，请说，他改变我们的生命。第二，他赐给我们恩赐资源，他赐给我们机会，他鼓励提醒我们去帮助人。当我们帮助人的时候，神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供应，然后神在那人身上做工，感动他，感动他去回应神，然后神就赏赐我们，今生来生都赏赐，神就给我们更多恩赐，更多能力，更多机会，能够为神做更多，然后神就永远纪念，今生来生都纪念，永远的赏赐。这个就是各方面的恩典，不但是赏赐，从头到尾他是创始成终的耶稣，从头到尾都是神做的，我们能够所有的能够做的都是神所赐的。我感谢神啊，就是我们善用所有一切，神就给你更多更多善用。我用这个比喻啊，弹琴，我学弹琴有多久了？
我学了一年的时间，我跟一个老师教导我，我告诉他最重要是教导我的手指怎样练习我的手指，这个老师我跟了他七个月，另外我跟过一个老师可能三四个月，他教我怎样弹和弦，但这个进步不大。但后来我遇见一个人，他弹琴非常好，我就录影他，问他可不可以录影。录影他就我上了上四堂，就是四堂课，然后我就看这个录影，我就跟这个录影练习，我有空就练习，然后用很多时间，慢慢就成为我的里面就很自由的弹出来。然后有些时候我听到别人弹，我也留意他怎样弹，就是我善用有的机会，我善用有机会去聆听人留意他的方法，我就进步。其实我很多方面我都感谢神，神给我机会。例如我经历圣灵之后，我去不同的聚会参加聚会，看他们怎样在圣灵中运作，但我有希望。怎样希望呢？因为我发觉他们很多人都没有解释圣经，没有用圣经鼓励人。你发觉我鼓励你们讨神喜悦是不难，是用圣经鼓励你，用圣经的应许鼓励你，不是当时我说的，是圣经说的。我就用圣经的话语鼓励人，然后他们用的方法是怎么样？能力啊，火啊，降下来啊，更多更多。他们的话不是帮助人注目在神，他们是帮助人注目在能力，能力啊，火啊，降下来啊，更多啊，都是要一些东西，不是注目在神。我发觉很多人在带领敬拜啊，或者是带领人经历圣灵，都不是说耶稣我爱你啊，都不是用感情的，不是。因为圣经说心灵和诚实敬拜，心灵包括什么呢？包括魂与灵。魂包括什么呢？跟我说一次啊，思想、意志、感情。思想、意志、感情，就是说整个思想认同神是最好的。跟我说啊，整个思想认同神是最好的，整个思想认同圣经的话，思想 认同圣经的话，整个思想认同跟从神是最好的，整个思想认同神跟从神是最好的。这个思想意志，我要跟从神，我不要跟从世界，我将生命献给你，全心的跟从你。然后感情，感情怎么样呢？喜悦神，喜悦神所做的一切，感谢神，神给我们水，还有其实这个水有特别的韦老师放在里面的很多的美好的东西，非常好，感谢天父。我就享受神，我享受神，也享受老师他的爱心，我也享受你们的投入，我也享受为你们祷告，享受所有一切，因为都是从神来的。神真美好，神真美好，神真美好，你对我真好。我整天都思想神的美善，我看到圣灵在我里面的感动，我说神你真好。我看到人的改变，我们一起的弟兄姐妹他们很有心来这里，我非常的欣赏，很开心。我看到你们的渴慕，我也很开心，是圣灵的工作，我都将荣耀归于主，是神的工作，所以我喜悦神。你留意神创造的动物有一样非常的奇妙的，就是狗，狗是非常欣赏你的，是不是？你回家他就摇头摆尾。但中国人很多时候不喜欢狗，他说你好像狗一样，但其实狗是最好的朋友，他真的对你非常的忠心，非常的好。
如果有人攻击你，他会保护你，甚至他被杀，他也会保护你。这个是非常奇妙。狗是人最好的朋友，是不是？有些人发觉家人会骂他，但狗不会骂他。狗，他，我看到我的弟弟有一次他哭，小的时候，我家中有一只猫，他被父母骂，他就哭，然后他就抱着这个猫啊，他觉得这个猫给他安慰，这是动物会给人安慰。我就说神啊，你真好。在网上有些影片我看到怎么样，这狗，这个主人离开了三个月，然后他回来，离开一段时间，这个狗见到他会怎么样？哇，这个狗非常的兴奋，非常的兴奋。我告诉你，神也是这样兴奋见到我们，他因我们喜乐而欢呼。所以有人说，中国人不喜欢这句话，神好像狗这样喜欢我们。但有些人说这个不好，但神的确是这样，他常常有反应，永远有反应。所以我很喜欢神，我也要好像狗这样回应神。哇，神啊，你真好，哈哈哈哈。这样的话对神有感情。我告诉你，我的太太对我非常非常的好，我非常喜欢她，我们都一天多次的沟通。但我告诉你，我喜欢神比我喜欢我的太太更多，因为神真美好。我所有的一切都是神建立的，我的生命，你的生命也可以被神建立的。我想问你，你觉得神在你生命中做了很多好事的，请你举手。神，哇，你们都举手，是不是应该都是这样啊？神啊，你真好啊，我喜欢你啊，神啊，我喜欢你啊，我真的真好，是不是应该这样反应啊？但很多就是没有反应，就是没有这么强烈的反应。耶稣曾经说，这个世代是怎么样？好像孩童吹笛啊，这些人就不跳舞，举爱他们就不捶胸啊，没有反应。神这么美好，没有反应。我希望我们都是这样。神你真好，你感动我真好，有平安喜乐真好，每一样事情都想到神。我告诉你，我是这样的，我看到什么事情都想到神，我看到你们的美善我就想到神，我看到我们有机会侍奉神，我就想到神的美善，我就喜悦神。我喜悦神的程度啊，神啊你真好，哈哈哈！你看我带领敬拜，神啊我们感谢你啊，赞美你，是有感情的，不是表演，是真心的。我真的很喜欢神，神啊我喜欢你超过一切，你真好啊，哈哈哈哈，你真好。我里面是这样的。有些人说我不能好像你这样开心，我们建立欣赏神喜悦神，这个就是很重要的秘诀。以神为乐，喜悦神。所以这个魂包括什么？再说一次，思想、意志、感情，与神有深厚的感情，深厚的感情，你就可以随时被圣灵充满。然后灵，整个凡在我里面都称颂他的圣名，整个灵在里面都去爱神，都去称颂神。这样的话，你整个灵就容易被神改变。所以我是想告诉你这样做啊，你试试这样做啊，你发觉喜乐就涌出来的啊，有没有发觉喜乐走出来啊？啊，你就整天这样做，因为这个方法是怎么样呢？就好像我整个心灵呼叫哈利路亚，从心灵发出来啊，哈利路亚，里面就涌流出喜乐。这个秘诀很重要，你就训练人常常这样亲近神，马上有力量。这样的话，有逼迫的时候，有一天有逼迫，你随时祷告，就是在建议你，你祷告啊，
你也有喜乐，你就影响在监狱里面其他的人，就有力量。我也想过，有一天如果我受逼迫，人要打我、惩罚我，甚至要杀死我，我还是说，神与我同在，所有一切在神的手中。如果神要我现在走开、离开，可以马上离开的，神可以叫我 马上从这个锁链走出来，马上走出这个门、反这个屋子，马上走过去，神可以这样做的。神也可以叫我提去，圣经里面有记载的，这个腓力传了福音，神就将他提去，神可以做任何事情。神如果要我在这个时候要死了，我也不要紧，我就荣耀神。当然在那个时候痛苦是的确有的，我会不会有一些惧怕呢？也会有的，但我相信神必定喜悦，神必定与我同在，神必定加力量给我，这样的话我就不会被影响，更有力量。这个我希望我们都是这样，整天在这个状态，从早上到晚上。我想问你，昨天我已经这样说了，你昨天晚上跟今天早上有没有这样做了？哎，路亚，整天这样做，哦，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爱我，我爱耶稣，耶稣爱我到永远。哈利路亚，哈哈哈哈哈哈。有没有觉得飘飘然啊？我告诉你，我 一边我就亲近神，我就马上飘飘然，好像在天堂一样。这个你习惯每一天这样做，你随时随地可以有圣灵充满，也是常常看到神的美善。所以我们要宣扬的第一是神的美善，第一不是要神人做什么，说了神的美善才说人要做什么。关于这方面，恩典推动我们去遵从神，你们明白吗？不是单是告诉人你要做，你要做，不是用内疚告诉人你要做，你要做，明白吗？这一点有没有提问呢？你能够这样做吗？你能够在里面，在你的里面，除掉所有的内疚、控诉、所有不好的意念？我们每一个都曾经犯罪，每一个都有，不需要继续内疚。神已经赦免我，我可以有力量去侍奉神、荣耀神，放下所有这些负面的东西，常常相信神爱我。昨天我说的，常常思想神的美善，人对我们好的地方，然后人的不好和自己不好的地方、环境的困难，思想了、处理了就放手，不要再思想。继续思想就痛苦，但整天都思想神的美善。我希望我们都停留在这个状态，你整天都有力量。好了，我们现在打个一下，然后休息一下，然后我看到你们有些累，然后十分钟之后再继续，好不好？我们站起来哈，一起亲近神，感谢天父啊，哦，哈利路亚。我希望你们也习惯这样继续录，这个重要啊。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有一首歌哈，飞呀飞，飞呀飞，飞呀飞，飞到耶稣怀抱里，哈利路亚！飞呀飞，
飞呀飞，飞到耶稣怀抱里，哈哈哈。跳呀跳，跳呀跳，跳到耶稣怀抱里，哈利路亚。跳呀跳，跳呀跳，跳到耶稣怀抱里，哈哈哈。飞呀飞，飞呀飞，飞到耶稣怀抱里，哈利路亚。飞呀飞，飞呀飞，飞到耶稣怀抱里，哈哈哈。跳呀跳，跳呀跳，跳到耶稣怀抱里，哈利路亚。跳呀跳，跳呀跳，跳到耶稣怀抱里，哈哈哈！感谢天父啊，我们在你的里面可以很轻松、喜乐、平安，满有力量，满有祝福。感谢赞美天父，神真美好啊，耶稣真美好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享受你。我们享受你，我们欣赏你，我们从你得利，我们要荣耀你，让人看到你的美善，你真美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被你的恩典、你的爱鼓励，常常看到你的恩典，就鼓励我们去遵从你，走神的路，荣耀神。哈利路亚，感谢天父，赞美天父。